小女孩真可爱，可爱死了。女孩去世几年后，单亲母亲大美带着可爱的女儿来这栋公寓看房。大美一上电梯就感觉不太对劲儿，女儿明明已经跟着中介下了电梯，但她还是能感觉到有一只小手牵着她。大美在电梯里愣住，直到中介过来催促，她才跟着走出电梯。中介带他们来到了九楼的闲置公寓，十分娴熟地介绍着公寓的所有优点，对缺点却是只字不提。女儿进入公寓之后，一直专注地盯着屋顶，她仿佛受到了什么吸引。一个人离开房间后，爬楼梯来到了天台，一个巨大的储水箱和漂亮的双肩包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。楼下的大美看完房后，发现女儿竟然不见了，她立马来到大厅，要求管理员查看监控。管理员说她刚刚看到楼梯上有一个小女孩，估计就是大美的女儿。大美立马冲上电梯，在每一层寻找着女儿，但是每一层都没找到。最终她来到了天台。天台上没有护栏，看起来十分危险。大美警告女儿绝对不能再来这里。回到公寓大厅后，她把书包交给管理员，让她尽快寻找失主。管理员把书包打开，里面竟然有个限量的芭比娃娃。女儿很想拥有这个娃娃，于是管理员向她承诺，只要七天内没人前来认领，那这个包就归她所有了。为了得到书包和娃娃，原本不喜欢这里的女儿竟然主动提出租下这里。母女俩立马开始搬家，但在搬过来的第一天，他们就发现卧室的天花板上竟然有一大片水渍，看起来像是漏水了。但是现在天色已晚，最快也只能明天找人维修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大美打算先送女儿去新学校，但是在出门之前，她发现那片水渍更大了，而且有黑水滴了下来。她只能先用盆子接上，把女儿送到学校后才再次回到公寓，告诉管理员她家漏水了。可管理员却说他不负责维修，这个事情需要让中介找专业的水电工来做。大美只能再联系中介，但中介又告诉他维修屋顶是管理员的职责，因为中介和管理员互相踢皮球，所以维修的事情一直没有着落。大美虽然无奈，但也没什么好的办法。大美回家上电梯后，九楼按键竟然失灵了，电梯莫名其妙开始上升，径直来到了十层。紧接着他又坐了回去，同一栋楼的邻居告诉他，一下雨电梯就会失灵，总是会突然间升到十层。邻居用力按了好几下九层，这才让电梯正常运行起来。大美回家后发现接水的盆子已经满了，她把那盆黑水倒进水池，然后吃了点镇定药物。她打算接杯水漱一下口，结果水龙头里面竟然流出来一绺头发。大美被恶心坏了，果断地再次联系上中介，她怀疑这不是普通漏水，很可能是楼上积水了。中介告诉大美她会亲自去联系管理员，然后就仓促地挂了电话。大美又疲惫又难受，不久后进入了浅睡眠，但她忽然听到了一道小女孩的声音。Sassy? 这声音听着像极了女儿，但奇怪的是，声音竟然是从楼上传来的。楼上的房门缓缓开启，满满一屋黑水映入眼帘。Hello?